最新消息就在今天，运动场馆防疫措施松绑，可以开放100%的观众来入场。而这也是中华职棒从去年受到疫情冲击之后，球场首度全面开放。另外也要提醒大家，政府推出的动资券从昨天开始也可以开放大家来使用了，同时也可以搭配5倍券。而中时表示，这两种券呢都可以去买门票还有周边商品。另外他也提醒大家，各个主场呢其实球队都有推出了相关的优惠方案，让球迷可以让周边商品买好买满。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，虽然是100%入场，但除了饮食之外的时间全程都要戴口罩，而且要避免交谈。